大家好，我是小孙，今天给大家讲蒙古帝国建立800周年纪念钞。这张纪念钞是为了纪念蒙古帝国建立800周年而发行的，面值为2万图格里克的纪念钞，尺寸为长150乘宽72乘高10毫米，发行量为仅仅1000张，重量是1.4公斤。该钞封存于水晶阵中，带蓝色纪念盒子。给大家看一下，就是这么个盒子。就这么个盒子，然后打开以后是这个样子，还显得挺高级的。就这么个盒子。这张是在2006年版2万图格里克流通钞上加盖了纪念标识，这也是世界上首枚应用 GND 的 Look Laser Originated Optical Key 防伪技术的纸钞。好，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票面设计，正面是蒙古帝国奠基者、世界史上杰出的军事统帅成吉思汗。然后右侧是蒙古帝国建立800周年纪念标识。好，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背面。背面是蒙古酒旗。这张纪念钞因为非常稀少，所以价格也非常贵，差不多是2万到3万人民币左右。而且我的这张号码还是0259547，号码还比较靠前，所以我真的特别高兴。好，今天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您收看，期待您关注，我们下次再见。